那所以彭女举案，采列肘靠进退顾判定，它是十三式，对不对？但它的用法是粘连连随轻轻走化哈。好，来小叶，人家我一粘，哎，小叶，你是在跟我推手吗？还是你在用彭跟按啊？刚刚是彭跟按嘛，对不对？如果我一粘，你在跟我推是什么感觉？我一粘，你在跟我推，这就推了啊，对吧？那如果你用十三式呢？综合起来的，啊，你很显然是在走化嘛，哈。那你主攻呢？我捋到身上，捋到这样我就直接过去。你好像不是在跟我推嘛，你是在捧跟挤的手，对不对？因为刚才是，我捋到身上，啊，对，十字手嘛。再来一下。我捋到身上、嗯、这个就是这样的嘛哈、哦。好，那我现在功夫已经太极拳彭女举案采列肘靠进退顾判定已经轻轻走化了。好、啊、也可以牵了小叶来。你进不进？不进。现在你刚刚是进来你才会出来嘛，才会出去。可是你现在再攻进来你只管攻第一件你就出去了嘛。如果你有你的知觉来一沾我就走了，你为什么不进来？因为一沾就走化了，来这一沾是不是走化了？再来我又走化了，再来我又没叫你不攻、嗯、但是你会绕圈圈是因为这个感觉了，来再来你要不要攻？要，这个我要攻。很显然我挡在往你身上挡嘛哈，来这样你要不要攻？有知觉，然后又捋到身上，你有知觉了，对不对？来，这个你有知觉吗？没有。所以你会做出招式来，你再跟我推吗？不是。这招式，那我敢这样进去吗？你进去我就卡了。你这个是什么姿势啊？你告诉我。类似玉女传说双按嘛，啊，对不对？我在推你，那我要打你呢，你还不是这样进来？你就飘高一点，不要硬啊。一样。我要打你啊，或者如果我是从这打你，你还不是已经就进来了？对，一弯，啊，这边还会靠了。所以当我们功夫练成，哎，我捧没捧到你身上，你为什么不进来？力点消失掉了。再来一下，我捋有没捋到身上？我明明就是把往这带，如果是，那我就直接上。再捋到身上，那这样呢？你攻进来吗？不行。你是不是就被？再来牵引落空，这好像那个丝一样的。攻击的力点被牵走了、啊。那如果力量大一点呢？那我就可以有。有没有阻力？我有阻力，你就放松一点嘛，放松按啊。放松。你就随着它，你就去感觉它的阻力松松的就进来了，这样松松进来，不要因为它有阻力，你也哈加强力量。啊，你就是要听到他这个有的东西哈、啊，你就来，你给我一点有，但是你往后退哈、啊，就往后收，你给我一点有，那我就松掉就进来了嘛。再感觉一下，你往后退，这个往后收，身体如果没有往后退，刚有点阻力，如果不松呢，对不对？我这有感觉，你就踏步上来放松，刺，哎，对，就噗就来了，这就。手指往前，哎，哦，所以呢，粘连连随，轻轻走化。我有没有轻轻走化啊？有没有碰到你身上啊？没有。来，碰是这样啊，我有碰到你身上吗？哎，捋呢？有没有捋到自己身上？否则你不会往那走嘛？你不往那走，你往身上走看看。哎、你就被牵到那边去了，因为你要打我，我不是这样子的，哈、啊，你要打我，我就把你牵过去了，对不对？为什么这么牵？因为你这边有力嘛。如果我这边有力呢，我牵什么，对不对？所以他那个牵是很轻的，你知道？这看起来，
你在我外围绕，这不是粘连连续不丢顶啊，驴，我做一个字式的哈，鹏驴，哎，很轻啊哈，骑是不是很轻啊？我骑很轻，你攻过来嘛，就吸了。一个钱碰到骨头了，对不对？如果要用玄弹呢，应该是这样啊，这样就不是砰砰砰出去了哈。好。